魏无羡迎风看着蓝忘机的背影，眯起眼睛盘起腿，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够用这种清奇的姿势在小苹果的背上保持不倒。这只是一件无聊的小事，他却像发现了什么新鲜有趣的稀奇，急于和蓝忘机分享，喊叫道：拦着，看我，快看我。魏无羡笑着叫他，他也看过去了，如当年一般。蓝湛，看我。大二公子，赏脸看看我呗。我这个灯可是为你男二公子专门做的，你看。男人你看，好多蚂蚁，黑漆漆的一片，快看快看。男人，男人，我好了，我真的已经好了，不信你看。跟你说呀，要不然我涂给你看。你不要这样看着好萌哦，嘟嘟嘴。